贼开始抽牌。你们用这个。我是猪。来，你开始抓贼。抓吧。我就想抓姚公子，他好心虚啊，他就这样抓吧。我这样。确定吗？你确定吗？你要是错了的话，你会先惩罚。我确定。哦，来，准备好啊！三二一，撂牌。什么惩罚？张合二使用小兵，辣条执行。开始。